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 ET 財智 Talk， 今天請嚟 Kathy 傾偈 ，Kathy 你好 ，Kathy 你好啊，點樣請佢嚟呢？大家咧而家就最關心嚟緊咧個樓市政策係如何啦？咁啊嗱，過去一個週末見到啲一二手成交都好低迷，大家就等緊政府咧會唔會減壓啦？